阿良，你不是有跟我讲过，你要照顾我跟尹子熙人，你哪会当安尼？ 我接到警方的通知，讲你出代志啊！我嘛是真搞袂清楚，怎样？阿良是安怎安尼啊？你为什么要阻挡唯一的阿公阿公？因为阿公太死啊！我阿公太死，我的爸爸，你太死我的爸爸！你讲啥？阿公太死，你的爸爸？ 白兰是恁爸，你想做无搞过？无唔对，伊是阮爸。伊在生的时阵，我爸父叫伊二姐爸，我即马就后悔。爸，你死咧啦！我即马才知影。 你是伊个对我上好的人，但是讲，我刚才想想这个事实，想想你是我的爸爸，你是不是就会对我的心态爸爸就下留情？你嘛袂一直甲伊当作是玩笑人看待？吴仪，你真不好。 你起码第一只看伊家己爱听，过去伊也伫遐疼惜你，对你遮尼好，啊！不过你拢无要珍惜伊，你搁看伊无？你即马第一只见伊无？敢有路用？伊已经死去啊！伊连要听到你叫伊一声爸爸，伊都听袂到啊！真是受到委屈，你敢知影？委屈，委屈！ 妈，你哪里怪伊的？我即摆，别个无法度接受这事实。落款，这几摆的人对我有真侪不满，我来伊所做一切，都只是为了要保护伊，保护伊查某囝。若是早知安尼。 我得好好向伊解释，伫面头前甲伊报一下，我会好好照顾伊，袂甲伊继续拖。现在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啊？现在伊会叫别人爸爸？ 娘。 伊的爸爸就是白汉良，你要拍你就拍，你要骂你就骂，为着我一件三件，永远都无可能脱离啊！你要来当官，我这么严重代志啊，这事会影响到你的母甲、新闻甲地位，袂当根深蕉的。这个代志，还佫我做人怎样？阿公，我咧卡。 有心态嘛，知影即件代志，所以妈才会一直控制有心态，阻止伊讲有不快的人听。妈，我讲你对话。对，伫咧气爆迄天，我俩真讲有心态的温室啊，都无需要讲我。怎知影？应该死的人无死。 我应该死的人，小梅啊，你醒醒！
安怎？莹莹不是母家的早孙，你都无满意心？不要紧啊，你大家都卖力呐！美弟，你都干嘛去嫁？亚哥，伊会才倒恁家来。我甲伊，我都甲他俩做一起啊！你不认情的，我甲拄着代志，就是用女，就是用钱啦，规工要死要活，安尼敢有在条解决代志啊？美弟喊娘死啊！我嘛无想要活，啊！不过伫我走之前，我嘛无爱你绑架我爸。好啊，你怎在偷笑？什么？不同咱讲，莹莹拢是我的查某孙，偏讲你安尼，我爸甲母家真足歹交代。什么交代啥？母家的人糟蹋我，你搁糟蹋我无教训？你今麦竟然又搞汉良韩信？我今嘛，得要去找吴辉王偿命。什么？啊！带谁偿命？什么？吴辉王，你黄玉瑶，你亲手把汉良杀死，你不是真狗？你起来，我都徛伫这给你谈，你对我动手啊？从啥？亲家啊，今嘛是什么情形啊？吴辉王。你卖了准讲你有律师团，你破病，你就会当闪过法律的制裁。我绝对予吴信泰比汉良死了搁较凄惨一百倍，我予你死不如死。我爸今麦人伫倒位，你去甲伊交出来。安怎？会惊？我就是要凌迟吴信泰。替汉良报仇，吴辉煌，等你去法庭的时阵，你开一盖庭，我得倒一支吴信泰的手镜头啊，给你，你再看卖啊，吴信泰，伊会有偌侪手镜头会当给你做纪念？陈明，你有影是一个笑？吴莹莹。你有听到你妈在讲啥无？伊要对付恁爸呢，啊！你假点点。什么因爸？白汉良，这是莹莹的亲生爸爸。是啊，竟然连莹莹拢不是信泰的查某囝，不是阮母家的子孙。白启明，你真正有够可恶的呢！原来你早就反背信泰。别介绍，这，安怎？唔甘满啦！吴信泰对我绝情一世人，我予伊做乌龟，予伊白白饲汉良的查某囝几啊十年，这真公平啊！我的查某囝，我家己养家，伊是凭啥物伤害阮性命啊？即马白汉良搁去予伊杀死，加上之前伊都已经企图。无害性命甲汉良的代志，罪大恶极，我都唔相信法院会放过这么危险的死老狗。我一定会替阮性命，甲母会向讲甲好乖，甚至乖到头毛脆就白，我都出啊，带着杀人犯的罪名，你吐。人不是我讲台的。是我，我早恁一步，我落去砍卡，用迄支刀啊，甲白汉良杀死。我一切拢是恁。
马依琳，你这摆到底后面讲啥？不是啊！你在后面讲啥？依琳，我不相信是武当的错啊！俺们讲嘛，绝对不可能是你啊！就是我，我先赶到遐，我就是惊白汉娘伤害阿公，所以我就去躲啊，把白汉娘害死啊！依琳啊，迄个电话顶悬拢是恁阿公的指纹呢，啊，恁硬要安尼讲，警方嘛袂相信啊！无可能是依琳做的啊，刀柄顶面有我的指纹。就我来去担罪啊！非得我嘛想要替信台报仇。依琳，你莫出来担，你是我甲信台冤枉，你袂当挑你担这条罪啦。依琳，你要做母家有好子孙，好，我的心转的，我的好你甲有辉煌拢走来叫我。我要恁大家赔命，我要恁全部的人拢付出代价。只要我还有一口开的，我就会放你死。今天，阿公的遐困啊？是啊，我跟伊讲话讲足久的，伊才困。你那无老爹袂帮陪伊，因为有人啊，够需要我。阿健拢知影我需要你，你讲讲你要去打罪，你敢知影？你拄只，你讲你想要去打罪时阵，我是来我家呀。我想去五年前你花两兆的经验，假如讲你被你花了两兆，我是无缘无故的，是这个卡苦还是白做？好了，你先别考，我和你讲是权宜之计，除了要让阿公安心，莫要让万新明知影，要对付阿公，先过我这关这个关。而且，今麦阁唔知影代志经过是啥，嘛无伫遮证据。指控是阿公做诶，相爷、相叔阁唔知影呢。因遮无咧管证据咧，万世明就是想要找一个出气筒，替白汉娘的死付出代价。因若是认定阿公就是凶手，那恁一定会想尽办法甲白布你甲乌。感觉你看不出来伊的企图，我当然看得出来啊！我嘛知影，伊是咧替白汉龙出气，啊，不过我想要保护阿公的决心，绝对袂比伊搁较少。而且，阿公是无辜的啊，伊无需要担这个罪。阮爸已经予伊害啊，血路不平啊，我无可能搁予伊伤害阿公啊。你想要保护情人的心情，我会当了解。阿公就是足惊，阁失去你啊！我无法度阁承受迄种痛苦。我当然知影，甲心爱人分开是偌尼痛苦，所以我不可能讲你是世界。你别烦恼啊！我袂让伊受苦受罪。伊就这样无自信了。你们都是爱我一点。